世上的万般变化究竟始于何处？有些人的想象创造了新的东西，梦想变成了现实。今天的世界是拥有与众不同想象力的人的产物。唤醒自己内在的想象力，激发自身潜在力量的大学，放飞无限想象的大学。这里是上智，梦想成真的大学，上智大学。无限想象的大学，理想的大学。上智致力于培养有创新意识、健康民主意识的上智人。在创新型城市的所在地远州，与地区社会共同推进包容服务融合枢纽项目。此外，上智大学还正向建立包容服务融合中心，向实践关爱与学习的社会协作大学迈进。在过程中邂逅更广阔天地，怀抱更伟大梦想，我们憧憬着全新的上智。想象力也可以培养吗？通过不断的提问，独立解决问题，促使学生发掘自身潜力的 FIND 项目，打破专业界限的项目式课程，双学位制等上智特有的项目来实现。同时通过预测未来社会发展与融合趋势进行学科改革，将上智人培养成为能够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未来创新型人才。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，多角度思维的训练，打破常识与框架的教育，将天马行空的想象转换为竞争力。这里就是培养思考能力的大学，上智大学。如何让学生更加幸福？这是上智一直思考的问题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的多种多样的非学科类项目，在帮助学生培养未来竞争力的同时，通过学生能力强化综合系统进行系统化的管理。上智打造的小儿幸福的天地，通过多样的基础设施，学习与大家共享的幸福生活方式。迎合创造创意价值的时代要求，来规划我们的梦想。因为我们的想象跨越世界的，所以我们学习看世界的眼光与视角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遇到了理想中正义的大学。成长为成熟市民的我们，在即将迈进的公平世界中，实践所学习的正义。朝着梦想前进的蜕变时间，体验改变未来的想象的力量，体验把想象变成现实的上智的力量。现在，改变世界的下一棒在你的手中。上智大学。